牧羊女典型特色懒人包，嫉恶如仇不好惹。你踢到铁板，快把你放开啊！我的，心理瑜伽课，志气天高的女强人。你如果没有放下你的挫折，你就没办法继续往前冲，忘记吗？我是陈英雄，我是马法达，陪你一起看星座爱情牧羊女。每周日晚上10点，罗琳雅塑身衣，星座爱情牧羊女。